赶快大声说出来，钟伟帅不帅啊？帅！唱歌好不好听？好听！还要说吗？好听了，对不对？赶快来跟我们高雄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大家是钟伟都是啊。各位高雄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很开心，就是。紧张怎么会呢？啊，对，因为今天第六遍有颁奖，对对对，对奖手对对对对，紧张，然后，哇，把我头发吹了，因为没有戴发型师啊，我头发会整平的，就很开心又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好朋友都可以来现场支持我的高雄，然后对对对，谢谢你们，我很感动，谢谢。其实呢，不只是高雄的朋友，包括很多是一路上一直跟着钟伟的朋友，今天都来到现场，对对对，因为待会也要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一流流行音乐奖的这个颁奖典礼。不过呢，我们是不是要先恭喜的钟伟，新的我们的 G Music 销售榜要登上第一名的宝座耶！很厉害，钟伟，你知道发片呢，已经就连续了五周的冠军，然后最新又登上第一名。是是，你看光看今天这个人潮，下周又第一名了，对不对啊？一定要的哈。钟伟讲一下好了，你看，就是发片到现在了哈，跑了还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啦，很辛苦吗？就是我觉得心里也很开心的，对啊，因为一路上有这么多很好的朋友陪我，然后。这我觉得也很开心，对，最重要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幸运有这么多很可爱的家人一直在我身边这样子。其实就阿卡自己觉得，包括我们在这个行业这样看起来真的也很开心，很久没有这样的气势跟这样好听的专辑了，对不对？所以呢，钟伟是不是也有些就是你觉得应该要好好对歌迷朋友说一下感谢啦，或是其实你看这样好的成绩，我的感谢都放在这边哦，有感受到吗？没有，就是我觉得我的歌迷朋友真的是，其实我觉得交心的，就是跟别的歌迷朋友跟我所以前还没进入演艺圈是所认知的歌迷朋友都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帮助我，真的很支持我，然后我很开心一路上有他们的陪伴，然后我相信我会带着他们的陪伴，就是很勇敢的走下去。哎呦，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呢。哇 ，OK， 其实呢，钟伟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的，我觉得钟伟歌迷跟其他的歌迷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歌迷朋友有准备一个礼物？一个礼物，但是先有话要对我们钟伟说，对不对？来，准备好喽，三二一。好，然后我们各位朋友有礼物呢要送给我们的钟伟，对不对？来，请赶快赶快，然后我们带着礼物的上台来。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钟伟的歌迷朋友真的是超用心的。好，钟伟待会应该到现场把它拿开看一下，我们歌迷的寿司吧。谢谢，这是巧克力吗？对，不要错。谢谢你，谢谢。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超棒的！旁边有一个星座的这个巧克力，然后两罐香槟要庆祝我们钟伟专辑大卖，来来来来，还有对不对？还有好好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对。好，这个是。刘姐会闻到吗？好，小心了，小心点，红的小朋友，来，来。他是不是戴了墨镜就什么都看不到的感觉了？来，钟伟姐姐在这边呢哦。蹲下来。脚步很缓慢。钟伟蹲下，钟伟蹲下，钟伟蹲下来了。现场活动，所有的配备是先。
拍照了，快！那中午要带着金白跟我们大家一起拍照一下，OK 吗？好，来我们。